他认识一位老修行，我知道他不断的犯戒造业，我是否应该继续替他掩饰？你最好把这个事情忘掉，你就无量功德，你会得清净心。你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你心里头啊，你犯罪。你想他犯一次戒，就是你自己犯一次戒。想他造一次业，就是你自己造一次业。啊，他在牲口上造业，你在义地上造业，啊，这个是大错特错，啊，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教人，那是完全这个正当的这个教学，啊，若真修道人呢，不见世间过啊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句，你这一生的道业会成就。啊，常常把别人这些过失放在心上，自己毁掉自己的前途。啊，来生的时候决定堕三恶道。啊，你心不清净，你的心非常污染。你这个不是好事情。没有什么掩饰不掩饰的。啊。是自己严重的过失，